我们现在人在海底捞，现在要来海底捞做指甲，你们也可以做吗？可以啊，我们来去看看。因为这里还有这个人在做，所以我们先去吃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什么。我先进去点吃的吧。冰淇淋，还有零食，对不对？我没吃。然后点一个我最喜欢吃的猪肚，然后再点一个清水，最后一个。子英他们好像喜欢吃那个，哎，他们是要酸菜鱼吗？这个方向可以吗？可以。好的。谢谢。我来这边就是要做美甲，所以要等一下换我做美甲。这样过年就不用管指甲了，真的。玲玲，你要做哪一个？我在看。嗯。这边也可以啊。如果你想要带有点绿色，应该是这一个，或者是这个有点亮亮的，还是你比较亮亮的。再轮到妹妹在做指甲了，姐姐在吃东西呢。哇，我们这次点了好多。对呀。下蛋。哇，这是松板肉哎。两片就要100多了。林一心最喜欢帮大家服务煮东西了。好不好玩？一点怪笑。好看，吃这个好看，这个。我不是你老公。我来问一下。闺蜜哈。对啊，问一下。那这个。哦，必讲好看就好看。不是，我选择当爱。哇，你指甲好漂亮哦！啊，超可爱的。但是我觉得好看。我来看看你做的怎样子。这样子，跟我上次做好像差不多。哎，跟你刚刚选的不一样。因为那个颜色没有，然后第二次选这个颜色比较深，蓝啦，蛮好看的。也是银色的闪光，很闪哦。过年就是要这样打扮漂漂亮亮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可以开开心心过好年。招呼了吗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